我师弟叫毛毛奇，年纪比较小，今年9月份才刚满18岁。 我去，这小子真的叫迷啊！臭螃蟹，造刀舞会，他怎么就飘过去了？你说啊，这小子但凡是待不久，我没亏给他国家的药走了。评价这么高？天哪，天生就是吃这样的饭的。我跟你说，咱们讨着宝贝了。 放下，段成，这是你推荐的。我让你放下。我再问，这是不是你推荐的？最近是怎么了？毛毛奇对你影响那么大，你之前也有上不了比赛的时候，你那会儿心态可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你们还是决定了吗？ 你是不是嫉妒他的天赋？我嫉妒他，我凭什么嫉妒他？他除了跳蛙会什么，我凭什么要嫉妒一个除了跳蛙之外什么都不会的傻子？哎，你这怎么跟我这边说一块儿呢？怎么着，失宠了？给你点安慰。看。 可以坐在这儿吗？嗯，坐吧。这小子，你看着，人畜无害，有气无力，身体上老厉害了，跳高能跳特别高，你脸多了。紧张吗？紧张。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，难免紧张。不用怕。